就像你讲电话的时候，人家给你什么都会拿在手上。我看过那个影片，我有看过。他说拿一下，拿一下，然后你就拿走了。有分开了，分开了，什么都直接顺手拿起来，什么都拿，什么都不奇怪。我记得好像还有大型犬吧，要下来，在下面才有用，在下面会被削掉。嗯，有了。你要三乘三，还是要把脚底方换掉？三乘三好了，三乘三啊，脚底方块不用换啊。好，这样。十受伤了，挤人家受伤了啦！哎哎，你们下不来了吧？霸凌，霸凌，霸凌！如果脚底方块、脚底下的方块改成沙子，直接摔下去。哎，打完直接摔，我把这边封起来。下不去，这个真的下不去。哇哇哇！要埋住别人也真不容易。对啊，有人垃圾被我埋住了。哇，垃圾被埋住了。妈，垃圾给关了。我连打那个西瓜都打不了啊。对啊。待会你死不了。小心反省哦。为什么？危险的路。不是卡，这卡着怎么样都不能动。吓死我了。为什么小心我？在这等待本来就打不了啊。你就按一下跳就好啦。我没有鞋子啊！好哦，我没有鞋鞋、啊。天哪，这要被西瓜占据了！想干嘛？想干嘛？啊，没有要干嘛啦？把你围起来而已。大家开始互卡。想干嘛？啊！一直听到受伤的声音。就算你绕太高了，就算没有卡在西瓜里面，我也是。这样好玩哦，卡住哎、欸，打不掉、哦，下不来了哎、欸。因为这边等待没有办法干嘛这样？不是，是真的哦，可以哎、欸。打别人不行，打别人不行哎、欸。可是刚刚繁星要打掉我的、啊，你看这个可以、啊，我打不掉你的啊。我踩这一格不行，别格打繁星也不行啊。是真的，真的打别人的不行。对啊。只有自己的才可以。你下面一直爆哎、欸！呀，踩着那个吧。我让你先爆哎！哦、欸欸欸欸，我等下放置西瓜，我把屏障打掉。等下。我也打不到自己的、欸，我打不到，就是你现在打不掉正常、啊、模式。现在是因为模式的关系。我们现在是冒险模式啊。哦。对。哦。一群鹦鹉开台呀、啊！那个可以吧？对啊，可以啊。啊！自己打得掉，边打都打不到。打、啊。哎呦！巧克力卡子。啊！哦！在干嘛？就那个啊！有没有看过那个赛车？有没有那个摩托车的配音？转弯的时候讲啊！啊！那就有办法吗？没办法，还是要一定要改别的鞋子呢？也不行。你要用别的鞋子的话，你要什么鞋子？就随便啊。然后我们一开始给布甲鞋，用那个感觉可以吧？啊，我改一下给你哈。皮鞋你要什么鞋子？就都给啊，铁鞋。鞋子也只有几种而已啊。抽签啊，决定不了抽签。穿上铁鞋就有办法。他说那个还有色码哦，不好意思。这真的会玩上瘾的。这里变好黑哦，是因为西瓜的关系吗？对啊，被挡住了。天哪，阳光啊，有谁了啊？谁啊？啊！受伤的影院，影院脑暴富，脑影院脑。影院楼计划通，什么平台谁盖的、啊？天哪！哇，大平台，西瓜塔，现在是要盖建筑了，对不对？嘿，建筑大盖，耶！盖建筑，现在建筑大赛就说只能用西瓜盖东西。建筑大赛用手盖落伍了，只能用脚盖。用脚盖，用脚叠啊！对，用脚叠。你手上拿什么，脚下就会产生什么。对。哇，好像很厉害一样，感觉很好玩。没错。嗯。
哎、欸、哎，我怎么看到透明人？谁？我啦！我！你是用观察者才有跑、喔？对，观察者就快啊！你可以飞着盖、欸，可以用观察者跑。我刚刚看到一个奇怪哦、啊，好快哦、喔，好猛哦、喔！只要穿着鞋子就只要走路的时候都有了。真的吗？快、欸，快，哇！哇！好猛哦、喔！快到他已经跟不上了，我还要断掉，会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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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会卡了会卡了，那个太快了太快了，这么开心，我还是正常速度好了。好笑，那你先进天堂。哎呦，我放不回来了。哎。耳机可以吗？不行就算了。快好了，再给我、哦。上面太多了，好累。西瓜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因为西瓜和那个的伺服器。欸、真的，现在卡卡的。为什么、啊、西瓜不是方块吗？没有掉落物啊。为什么会卡卡的、啊嗯？而且下面是直接黑到跟晚上一样啊。这个快停，这个要升怪了吧？这个。永夜。哦，真的好黑哦。超黑哇！下面是洞窟了哦，峡谷哎，峡谷等级的西瓜峡谷，好可怕！天哪！谁在那边盖一个犹太人？犹太人？哎、欸，这还要什么那个游戏的建筑？那景不是最爱？你不是最爱的吗？盖一个好得意这样，我让你得意一下、啊，好得意！下头最爱 OK。杰克，你还在观察者，你不要再观察者，不要观察者了。我、哦、回来了喽，祝你冒险地图的那个场景哦，天哪，在干嘛？太好笑了。当你爬上这个西瓜之塔，西瓜会有一个传说中的 BOSS 等着你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下面所有的告示牌都变黑了。这是你的目的是不是？你目的达成了。还是有点卡卡的、欸。对啊，我也是。杰克，会我没有。还是我觉得卡卡是因为西瓜已经很多，可是你们又在生成西瓜，多了多了。是西瓜的。我站在西瓜平地上、欸，西瓜应该是个方块，它、okay. 它会吃额外资源吗？不会啊，它会吃西瓜。难道是在掉土吗？有没有？不晓得、欸，不晓得有没有西瓜大师可以解答。不能把西瓜都删掉吗？可以啊，开始觉得很烦了，填满空气，觉得都快要被西瓜压得喘不过气来。现在你好好说话哦，哇哇，讲话要讲清楚，嗯，不然等下中药材就生气了哦。中药材要生气，管中药材什么事？中药材要讲话了啊！巧克力，巧克力啊！中药材很温和，无害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温和无害，大家都爱看。对啊，下个版本就有更新中药材了。好卡，什么卡？我们就可以看那个大熊猫了。那个脸长得很像克劳萨。大家开始打西瓜，要不要把它清除掉看看啊？直接用指令吗？可以啊，填满。哎、欸，那就把我们脚下改成方块，那个改成空气。等一下，他硬传这个是等一下用那个地图吗？地图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那不要穿鞋子啦，这就不用管了，能够轻啊。鞋子脱掉，脱鞋鞋。然后会不会一口气掉下去啊？进室内要脱鞋鞋，鞋鞋要先掉下去，掉下去也应该是在我这里，应该是不。哇，脚下变这个嘞、欸！哦，脚下变空的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观察者，观察者，观察者。哦哦，观察者咯。哇，我们看起来很酷呀！这样消除西瓜的，好像你们都是小玩家橡皮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会盖到指定方块啊？会吗？谁不会？谁吃掉了？通通吃掉，通通吃掉。只会侦测西瓜是不是？哇、
哦，哇，好吃！自己要自己清干净，好吃好吃好吃，超会吃的。哎，那个好得意怎么被清掉了？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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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一口就吃掉好几个，好猛啊！超好吃！你刚刚吃还不够多，我刚刚看到有人吃超多，很会吃，大爆吃！他在那个西瓜的中心点。直接往下吃，瞬间吃，好，这么会吃，好了，正常了。小阿小阿家的橡皮擦一样啊！你怎么你怎么又穿鞋子啊？把它吃掉。哦，刚刚没有穿鞋子可以哦，我以为要穿鞋子才能去踩它，才能把它清掉，我就穿着。你知道你大概就是刚刚就是放置，然后清除，放置清除，放置清除，边放边清，然后自己还不知道。所以虽然清掉，但我们是要用新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打指令应该是，应该会有三个鞋子，会有三双鞋子。好，那我请问你掉的是金鞋子还是银鞋子呢？哦，哎呦，西瓜吞噬者，为什么都取这种奇怪的名字？哪来 boss 啊？吞噬者啊，有没有玩？很厉害，有没有玩过？啊、有没有玩过 Terraria？ 你看那条世界吞噬者全部都是西瓜组成。哎呦，还有机械西瓜吞噬。哦，机械飞行者是怎样？哦，冰块。哇，哦、嗯，铁好像不是 ID 打错，铁不行，没用，也没用，哦、ID 打错了。就 O A。没关系，脚上是铁这样吗？所以还有冰、哦、这个，啊，你还是想要改什么的？哦，好帅哦！啊，冰块行者啊！嗯，好、哦，哇！你想当亲自吗？所以三个都不一样哦。对啊，那铁没有用啊，但是我们就主要玩那个飞行者，就是冰块。好，在哪里啊？选择脚下的方块，请问东西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东西在哪？什么东西？要藏什么东西？我比较晚进来，没拿到吧？我没拿到啊，没有抓到，可恶！想抓？要干嘛？想捕捉？这个是这个吧？有有有有有。嗯，还一个是原本的铁的没有用，飞行者有用。嗯，飞行者。飞行者是哪个？这个。啊！哦，变冰块，有了，移动就变很快哦。嗯，哦，没有哎、欸，这是被追才会快吧？是被追的，被追很吃香哎、欸。这名字要改成被追，哦这个、被追者，被追者，被追者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应该也差不多吧？啊，不是要组队有没有？队长在前面。对啊，队长开路，然后后面的人，然后后面的人又超过队长换前面的开路。那演哪一出啦？哦，队长，队长，快走！哦，难怪要用冰块啊，不融化啊？哦，不会融化，没有吧？这不会啊，这个不会融化，这个会滑，不会融化的冰块啊！我以为是 Lady Go 哎，好像是，原来如此，我们这样做也是这样，哇，越来越像了呢，开车，该技术了。暴富了！我刚没想到哎、欸，盖城堡咯走咯盖城堡怎么长这样？哈基计划通，感谢观众提供。努力制作。啊！各自一队啊！各自一队吗？真假？好，冰块世界哦，只能穿冰的哦。好，哪一国啊？叫飞行是不是？好，飞行对，飞行者呀，被捕捉了，有点大。岩浆，有人说一次到位哦，哇哇哇，这个哦，哎，你也红色的哎，不对，两个红的啊，不同红的，不同红的，但绿的就一个，好，嗯，超刚好，这什么太过分了，我要钻地洞了。我要还是会用，我用才钻地洞。我要换，我换队，我换队，我换队。不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天，飞行者，第三个，三双，穿飞行者，走喽，走喽，卡卡的，走喽，飞太快是不是？人比较多是不是？人比较多。哦，雪地还好哎，哦，啊，雪地还好，
铁钉应该走快点去吧。蓝冰的话，后面人就更快了。嗯，我那是安妮哦。哎咻，搞搞什么？搞什么？这附近有猪。哎、欸，有人。哎，不准杀戮的哦。打这个比打西瓜快很多，要下去的话比较快。他没有吃。那个在空中移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哦。嗯，对啊，小心哦，直接跑就好了，什么都不管、啊。我看到人了。啊、这个有那个宝箱吗？没有没有，刚好忘开。哦好，哦没宝箱那不用玩了，然后在村庄走来走去就好了。这有多哀怨哦，好哀怨，讨厌死了，真的。都好慢哦，厌世中。请稍后，不要跑，怕哇哇、啊、哇！有看到了，哇，反正呢，这么快，不是我要拿甘蔗给你、啊，我们去找别人啊！你要拿那个、哦，走，那是四处善意吗？找别人，我看到在空中来，太高了，很多人开战了，看到杰克，好高哦，哇，那边我在跟在他们后面啊，太高。哇、这个，上面三个人在打了。我没在打，我只是观战而已。哦，你只是在观战哦。我看到底下两条了。怎么有点高啊？我在尝试组队路线。组队路线吗？是怎样？我在跟在后面啊。你们太高了啦！干嘛？哎、欸，哈弟耶，嗨。等下是高度多少？我要往下，等下。